好啦，玩具在哪里？哇，还是选择唱歌了。另外一个哇哇哇哇哇，另外一个啃鸡腿。嗯，另外一个南博，他不知道弟弟有什么。弟弟去，他刚没有看过。看看。哦，南南。没有练习过哦，来一下哦，开始了，我也可以往推一点吗？哦，他自己想要，好，后面也可以看，哎，刘承俊呢？弟弟啊，给他坐到上面，刘承俊哦，哎，换你，你去抢，你要去拿什么？我弟弟要坐进去啊，对，他都这样子，所以一个唱歌，一个当医生，他眼睛看得上面红红，唱歌了，发了，来一个自信，开不了。开什么？你们要开，你们要拿琴，再拿不起来，也不要坐住了。有吗？被哥哥坐住了。拿自己拿。拿。自己拿。拿。哥哥拿什么？可以要琴。哇。